我本来想是不拍了，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展，挺好的，开封朱仙镇。本来我想去朱仙镇的，还是因为懒吧，就是觉得有点远。啊，这次没有去朱仙镇，可能以后，可能会吧。然后这就是每个城楼啊，不是城门，城门下面都会有一个这个年画，你看，画的都很好看。就是我就想啊，来拍拍这个年画，这个东西，年画寻根，在汉代，北宋。以战乱流亡到全国各地，中原文化哦，民间，反正就是画的挺好看的。清明上河图，燃灯道人。哇，燃灯道人，南方年华，南方，北方年华，哼，暴鲤鱼。里面不让进，这是别人作画的是吧？哦，是他们怎么画的？是没有人介绍啊。画中乾坤。哦，就是这样，大家看，简单扫一下。麒麟宋词，麒麟的英文怎么讲？刘海，这个人叫刘海。这个好像这个画见的比较多。连年有余，哦，叫连年有余，平安如意，平安如意，五子多魁，加官进禄，步步高升。柴王推车，柴王，满载而归，黄金万两，种种种，和二仙，什么和二仙什么东西？这好看，这个是童子抱平，平安吉祥。刘海，这刘海神话人物我没听过，没有听说过，不知道就不知道，知道就知道，对吧？就是门口那个门神画的挺好的，对花枪。三娘教子，
三娘教子，我以为是三个，这个好像没有。以前打麻将的时候嘛，就是如果一个男的和三个女的打麻将，就要三娘教子。哎，彪彪，道仙草，天河配，什么什么。王小，四霸天，壮阳祭堂，这是刻刀、宣纸。好，这边包公，这我认识。包拯，红脸，大魁是吧？钟馗，天后娘娘。我有时候就进这博物馆吧，就是怕遇到不认识的字啊。第一是繁体字嘛，第二有时候好多年没写字了，对吧？我相信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忘一些。老店，赵云救主，你以后你写个字，你能不能写个拼音？贫穷，这是作画的地方，画画的地方，画年画的地方。证书，哦，这空调，我以为什么响呢？这有卖他们的年画，我刚刚看过了，它是没有明信片，如果有明信片的话我就买了。冰箱贴没有瞅到，这是红包，这是文化衫，小夜灯，来，明信片寄给大家。好，我要走了，都逛了三个多小时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